都来，那那马上要就这些了，我退休的早呀。大气，大气。我、哦哦、看不出来您接近九十岁。对啊，接近九十岁了。看不出来啊。看不出来啊。对。我就在这里。啊、哦，家在这里。家就在三阴路。嗯，挺好的地方啊。哎、啊，挺好的，我。三阴路漂亮。三阴路挺好的，我们三阴路，上海三阴路有名的。是的。对吧？您在这住了很多年了，是吧？我22岁到这里来的，哦、结婚的时候住过来。结婚的时候住过来、嗯，对对对，是的。我小孩都在这里住。其实我个儿子呢，他是大学生，他是大学生，大学里向呢，他这个公众号是美国一个老板到上海来招这个，他读这个书，就业正好、嗯、是他的工作机会，工作机会、嗯，是的，知道吧？他就是在美国的公司把他招过去的是吧？哎，美国的老板到上海来就他一个，嗯、招了他一个，招过去，哎，一、嗯、个老板就来招他的一个。您培养的优秀，他自己也有啊。我是头上一个小姑娘，当中一个儿子，下面一个小姑娘，就我就不生了、哦。三个小孩。三个小孩不生了。有儿子有女儿。哎，有啊。挺幸福的生活。很好。你以前做什么工作呢？我以前嘛也在帮国家拿，就是这个纺织厂。哦。纺织厂工人、嗯，工资不大的呀。是的，也辛苦的纺织厂啊。很辛苦，很辛苦，两只腿一天到都垂直啊，极限，极限的。是。那您去美国生活过吗？生活过，哪儿等半年，儿子那边等半年，这里等半年。就你要去美国待半年的。哎，等半年。每年都是这样的。半年，每年这样的。儿子今年10月份要回来了。哦。他要回来，回家来。然后带您去美国生活。啊，我也不去了，我故乡去。哦。在故乡去。你在那边生活习惯吗？生活也习惯的，我们在地道里，我儿子汽车厂的工程师吧，嗯，他吃都自己烧自己做，去削平的时候就到中国店去削平，是，都是吃中国人的东西，嗯，中国店都是吃中国人的，中国店，那么一个中国店呢，都是台湾人到那边去开，理解。你理解啊，还是喜欢吃咱们国家的食物，就是哎，吃我们国家的东西，是的，知道吧？嗯，有养院有的嘛，都有的嘛。那您现在的生活啊，是谁照顾您呢？我有两个女儿在这里呀、啊，嗯，有一个小女儿在这里呀、啊。你的小棉袄照顾你。小女儿那个孩子，我儿子带过去了，他在那边了，就在美国，他现在要嫁人了。汽车厂，你那外孙女是吧？啊，外孙女也到美国去了。啊，到美国去了。嗯、是汽车厂。啊，底特律汽车厂。哦。美国有个地区叫底特律。啊、哦，底特律。知道吗？知道。他是汽车人啊。是的，汽车城。啊，你知道就可以了。嗯，是哦，在汽车城里面上班。嗯，我儿子是工程师。你儿子优秀啊。优秀，专门考编设计。是的。嗯，是。所以给外甥女也带去了。是，就您儿子一家人现在都生活在美国了。都在美国，我媳妇也在美国，我孙子在银行里工作，也在美国。哦、你孙子的工作也蛮好的。蛮好的，他在。是的。他读书读得好嘛，就靠去银行工作。是。嗯。蛮好的，吃中国小菜，家里很大。嗯。知道吧？您不舍得花钱是吧？你小孩请你吃没问题啊？本地怎么有问题？我年纪大了，做一点老思想，也这么大家也勤俭习惯了。嗯，有哪是那么子？这一毛多钱，一拿一个桶这么大，这么高，嗯、一桶牛奶。冰淇淋哦，牛奶。哎，牛奶，嗯、我们这里牛奶几吧？他们那边真便宜。1美元是吧？哎，1美元不一定。是的。根本太。全是在美元呀，对吧？是的，包拿了中国人民币来比，对吧？是的。你在那边生活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？我也没有什么深刻，我们房子自己的，我们的房子就像这个公园，一辈子这么大，当中一张皮子，
周围都是草子，原来呀、啊，草地要割草。嗯，是这个叫独立屋。哎，嗯，原来呀、啊。是。那你小孩的房子挺大的。挺大的。嗯。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。